好。今天卖了八头，大的两头，580的600多一点，最小的才300多。上面那个大栏里面抄了两头600斤左右的秃头，那就是这一栏的小公牛，抄了6头，其中有一头是母牛。客户的要求很明确，只要是秃头都 OK。现在这下面小的只有3头了，2头是母的，1头小公牛，这个都不大，300来斤左右。今年的价格和去年这个时候比，8头牛差不多少卖了2万块钱左右。